我很喜欢看那个新闻报报看，解释得很好给你们听。节目内容包罗万有，精简多元化。你像我这样忙碌的人呢，随时随地任何时刻我都会用我的手机去收看新闻报报看。它结合了很多份的报纸的重点新闻，只通过这个半个小时，我就好像看完一整份的报纸。我希望他们的播报就是蛮全面的，隔天一早我跟同事会有话题聊，非常的生活化，非常贴近年轻人的，都蛮鬼马有趣的，快又准，我看了很满意。他们讲的啊很自然，很生动。报道的那个角度比较中肯哦，比较平衡哦。我只能说一个字啦，赞。用你的方式轻松看新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报报看，每晚10:30 ，Astro AEC 与全家 HD 同步直播。